那么当时呢，地理老师说呢，上海的这位诚信的官宦人家呢，他在上海死掉了，他有一个太太，另外有一个儿子，后来死掉。那因为这个陈老爷的太太呢，陈老夫人呢，很想念他先生。那刚好呢，上海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画钩人。那这个画钩人呢，他会通鬼学。我们现在讲叫什么？台湾呢有一个名称叫什么？叫观落阴。观照的观，落是落下的落，阴呢就是阴间的阴。其实我们邪火呢，我们不太喜欢讲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六道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因为怕众生呢执着这些东西有挂碍，所以佛陀在的时候呢，他说严禁弟子呢讲神通。但是你说神通呢存不存在？我们本来就记住六通嘛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肉尽通嘛，这本有的性德嘛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画果的这个会鬼学的这个人呢，陈老太太就拜托他说呢，那你既然通了，那你去把我的先生的魂呢招回来，就跟他们呢啊谈好价钱呢，一次要1000块那说的钱。那陈老太太因为想念啊丈夫心切呢，他就常常就给1000块嘛，1-2000块无所谓。那么那一天晚上呢，啊，这个华国人呢，就到他家的客厅呢，摆一个祭坛，那把电灯关掉，那华国人呢就在里面呢啊，捏解念咒，那大概1刻钟的功夫呢，电灯打开，但是没有见到鬼来，没有见到鬼来。洋人说：“哼，这个人真难找嘞。”在阴间找了半天呢，也没找到。后来见到他在地狱呢，无论怎么叫他，就是叫不出来。各位，为什么他叫不出来呢？因为业力不可思议啊。地狱是怎么样？地藏里面讲说，地狱谁可以到？若会威神，要不然就是业力啊。威神就是诸佛菩萨到地狱教化众生啊。若会威神，即是业力啊，要么就是业力啊。怎么可能让你一个化果通灵的，你说给你叫出来就叫出来，如日无人之境，怎么可能呢？很简单嘛，你打个比方，你说你现在关系很好，好，跟你到监狱去走一回，到监狱去，人间的监狱就好了。你不要说是民众了，就算你是法务部长，你是总统，你是部长，你到监狱去，你是可以把一个犯人放出来吗？很简单的比喻嘛，不可能放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引用《地藏经》里面的经文，经文上讲：“当堕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求之无期啊！”地藏宝言：“圣母，若有众生作如是罪，当堕无间地狱，求暂停苦一念不得。”连要停止一念休息，说不要受苦都没有办法，何况要请他出来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经文又说了，光目尼的母亲呢，她后来因为死掉以后呢，光目尼非常的思念。光目尼呢，母亲死掉以后呢，她就投胎到他们家当婢女之子。啊，但是一出生就会讲话了，所以叫做起手悲泣，告于光目。生死业缘呢，果报之受。无数乳母呢，久处安眠，自北如来呢，累堕大地狱呢，蒙子福利，方得受生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报见到亲人？就是你要有超拔的功德，超见的功德。你有超见的功德，就像梁武帝超见他的夫人一样，梁皇宝忏就把他的夫人从地狱超升到天界。所以只有福报、福利
功德力才有办法超拔，否则是不可能离开地狱的。那么地狱罪报呢，岂是因果？当时观牧尼呢就问他的妈妈了，他说地狱罪报他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岂是因果？那婢女之子就是观牧尼的母亲就回答说了，他说罪苦之事呢不忍称说，百千岁中呢这不难尽啊，那里面的苦呢你要说百千年呢都说不完。我们听起来都好像很简单，因为你读诵经文。打一个比方，你现在得癌症，你到医院去做化疗，我们那个刘春金莲友他就跟我讲，他说黄警官你不知道啊，他说到那个医院去做化疗了，那个吐都吐不完啊，他说最需要的是什么，就是拿卫生纸给他吐啊，这就是不忍称说呢，百千岁中这不难尽啊，苦不堪言啊。好，那陈老太太呢，她呢听到这个华国人这么一说呢，哦，她就火冒三丈了啊，说你这个洋鬼子玩意儿真会骗人哈。陈老太太就恼羞成怒，因为什么？听到他先生下地狱啊，他恼羞成怒啊！我丈夫一辈子乐善好施，盖庙修桥，不升天就已经过阎王了，为什么反而下地狱呢？这不过是故意侮辱我们吗？那这个华国人呢、啊，被他训了一顿以后呢，因为没有证据，他也拿不出证据出来，也没有办法辩驳，白受了一顿气，啊！然后那个华国人就说了，好了好了，假如你不信的话呢，如果 你另外有家人刚死不久，我可以给你们再来做个证明。那刚好呢，陈老太太有个儿子呢在苍寮，就是苍寮就是啊、就是去嫖妓啊，去嫖妓这个我们比如像我们台北的公苍寮啊，在这个苍寮里面死掉了没几天，那么有人呢就想起了陈老太太的大儿子媳妇了，他说那大少爷不是刚死的吗，那你现在叫他来招魂啊，可借这个机会叫少奶奶花几个钱把大少爷的魂招出来啊。洋人就插嘴说了，他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我减价了一半了，500块就好了。大少奶奶很年轻啊，少奶奶很想念她丈夫啊，啊，心想这也好吧，啊，找来见一见也好，安慰自己的心呐、啊，就花了500-600块呢，给她，然后呢，把生辰八字跟死期的日子呢开好，给这个洋人重新再登坛做法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就不像上次一样了，登坛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鬼就来了，各位。各位如果想到这里，如果你们说、啊、真的鬼会来吗？我上次不是讲过吗，我二舅妈在我国中的时候，我二舅妈是原住民，她死去的时候是在晒稻谷，然后因为裤子里面她因为她中暑，所以裤子里面都有粪便跟尿，所以她死后一个礼拜呢啊，就真的附在我三舅妈的身上。这个我是很反对这个什么护体啦，什么这些什么这个通灵这种说法，但是那气质是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的，就证明什么呢？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就是怎么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灵性不灭啦。我们这个灵性是不灭的，死去的是那个四大五蕴的肉体，啊，灵性是不灭的。这一点呢，是我们所要说出来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你要相信呢，既然灵性不灭，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个灵性的自信光明。那么你迷了以后呢，你的灵性就变成灵魂。我们佛法上讲呢，叫阿赖耶识，叫81个心所。所以你清净的心呢，叫做灵性，叫做佛性，叫做自信。
你迷惑颠倒的心呢，你有无明烦恼习气的那个心呢，叫做凡夫，叫灵魂，差别在这个地方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陈老爷呢，他的陈老夫人这个儿子呢，就马上就出来了。好，那那个画勾人呢，啊，就在桌子底下哭了一顿了，他又说话了。那个女人就问到了，她说：“你是某某人吗？”她说：“对啊，一点都没错啊。”她说：“你现在在阴间呢，过得怎么样呢？”啊，因为我刚死不久呢，还在疏散鬼之类，未受激进。那么过几天呢，恐怕一点名呢就要受激进了。那我在世的时候呢，整天花街柳巷，吃喝嫖赌，不做正经事，造下种种孽，觉得很对不起你。现在我说到这个地步了，也没有办法，除非你们能够做功德念经超度我。那我柜子里面那件衣服里面呢，啊，有一张支票，你看他太太也不知道，他说你把那张支票拿出来，去银行把钱提出来，那家里的事就请你多费心了，好好照顾小孩，啊，帮我去做善事超度我。那么他太太呢，到衣柜里面去找呢，啊，真的找到支票。那这时候呢，旁边的人就把小孩抱过来了，给他了。他说：“你是我父亲吗？”啊，当然就哭了，哭了又乖孩子啊，你也好好听妈妈的话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鬼呢也哭了，家里的也哭了，那客厅呢就一片哭声了。那忽然又想起来说：“呀，对呀，那老爷呢？”那你爸爸呢？老爷到哪去的呢？他的儿子就说了：“听说他到地狱去的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呢，鬼的哭声更大声了。那么陈老太太呢，旁边听了也沉不住，忽然间就也哭了，就插嘴说了：“他说你父亲一辈子行善，做好事，重修某佛寺，啊，舍茶施药。”广作布施，印诵经典，他有什么念还下地狱呢？然后他一边说呢，一边急着的不得了。那鬼对陈老太太说了：“听说我父亲啊，以前在北京做官的时候了，那因为那时候很穷，那刚好山西呢发生了饥馑，啊，可能那个时候呢刚好是水灾或者旱灾，闹饥馑。”那皇上呢，就派他陈老爷呢到山西去赈灾，总共朝廷给他多少钱呢？给他60万两银子。这60万两银子，他也敢污啊！这人命关天的钱，他也敢要啊！结果呢，他把这些钱呢，啊，完全中饱私囊，因此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。那当时朝廷派人去调查，他父亲呢又行了几万两银子呢贿赂这些官吏。他儿子就说了，因为这个事情掩饰过去呢，实在罪孽太大呢，所以到阴间呢就没有几天就转到地狱去了。然后陈老夫人就说了，你父亲一辈子做的善事也不少啊，就算是有罪的话，将功折罪也不至于下地狱啊。那他儿子就说了，他说功固然有了，但究竟抵不过他的罪这么重啊，害死成千上万的。那有功德有善事，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啊，但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。那现在所欠的这些成千上万的命债，那都先偿还啊。陈老太太就听得更火了，那既然做善事没好处，那还行善干什么呢？赶快派个人去到活尸机把它拆了，把那些僧人赶跑了。地老讲到这里啊，就问武道英说啊，这件事在上海闹了很久啊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，那你跟陈某是至亲，究竟他在过去也没有这回事啊？武道音呢，就沉思了半天呢。武庸就吞吞吐吐的说了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他说他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呢，很穷啊。那么这个事情也不能说一定啊，大半来说呢，也许有了，我不敢说了，我就是承认嘛，承认说他老爷有吞这个赈灾款嘛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地显老法师说出来一个真实的地狱故事啊。老法师说呢，苦难的范围很深很广。我们现在讲说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嘛，那就是别人有苦难嘛，我们要去帮助他，要去救他嘛。老法师说苦难的范围它是很深很广。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的、有财富的人，他也是有苦难的。这是一般人说疏忽的。他们说有钱人怎么会苦难呢？老和尚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他的苦难在哪里呢？他怕钱失掉，他怕死了以后就堕三途，怎么不苦呢？怎么不遭难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些人呢，迷在五欲六尘中，他不能自觉。”那么你教他学佛呢，他说学佛是迷信，他对佛法呢一无所知，对听经言教他更没兴趣，也没有缘分。这是真的。我一个莲友，他的亲戚呢，这一对夫妇呢，住在新北市做企业的，住在豪宅区，每个礼拜六礼拜天，他因为加入胡伦社嘛，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约这些胡伦社的社友到他家唱卡拉 OK， 唱歌的唱歌，喝酒的喝酒，啊，打牌的打牌。就隔没多久，我这个莲友的亲戚呢，他那个太太呢就死掉了，我们还到他家去诵经。就是说，那我是这边讲的，他对于听经言教他没有兴趣，没有缘分，没有这个福德因缘，也没有这个善根，那么他的缘分就在世间的欢乐场中。世间人看到这个人生活很幸福啊，很多人羡慕啊，钱都错了，他那种欢乐的日子能过几天呢？过完以后沦落到三恶道啊。就像我以前跟各位讲过，我在这边内湖当护文机长，我跟我们分享去拜我们这边地方宿生义警中队长，他家是豪宅，他们两个夫妻加两个儿子住独栋的别墅，一共一到七楼，旁边都是高楼大厦，只有他们这栋别墅豪宅是在两栋的豪宅中间，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的101夜景，可以苦砍整个台北市的基隆河，美得不得了。我当时上他家的顶楼看这个台北市的夜景，我说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报住这里啊？他们就招待我们，他们的客厅呢，差不多我们讲到这边的一样大。他还跟我讲：“哎呀，黄副座啊，我跟我太太到新竹啊去啊参加那个烈士，我们讲说。”饥饿三十那种啊，就是七天都不吃东西，他给你吃排毒餐，就把身体的毒素全部排掉。我说那有没有用啊？他说很好啊，我身体非常好啊，回来以后还可以吃很多东西啊。他排完毒回来继续吃，他不晓得最毒的东西就是吃毒，没有智慧。刚才讲吃毒他没有排，结果他这样招待我玩，我在看他家的这个豪宅，他还坐那个宾士60的黑色的。最近他才一块土地跟捷运局联合开发，赚了台币15亿，15亿到了以后，他马上就走了，死掉了。那一天他们在办交接典礼，因为他疫情中的，一直到他的癌症重病现前，他穿了个制服，用跑步的，紧张的不得了，脸色花白。我问旁边说：“他怎么跑那么快？”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得了肺腺癌末期的啊。要死了。老和尚讲，这种欢乐日子能过几天呢？
过完以后沦落到三恶道啊，这一件事情活菩萨看得很清楚啊，他们是苦难的众生啊，你不要羡慕啊。老上这段讲的真的很好，我们都羡慕有钱人啊，住豪宅坐宾士的，在大陆叫鹏池啊。各位不要羡慕了，我们心在道上，我们听经闻法最快乐最幸福，是最大的福报啊。老和尚说，你不要看这老菩萨念佛，他这样的往生佛果啊。所以德义古鉴里面讲过这句话，德义古鉴里面提到薛希言这位善人，他喜欢布施。那么薛希言这位善人呢，曾经把自己的一件棉衣呢脱下来给这个需要衣服的这位穷人，受寒受冻的这个人，他只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而已啊，他自己身上的这个棉衣脱下来给这个穷人，在寒冷的这个人而已啊。那有人就说了，有人在旁边看到这个动作啊，看到薛希言这样的一个善心啊，那个人就讲话了，他说啊，哪里有可能每一个人都给他衣服呢？焉得人人而记之啊。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的意思，怎么救不完啊，你这个穷人一个，哇，那么多人怎么救得完？这个都是什么呢？这个都是我们一般讲叫做，也可以讲做是邪见，邪见，他不相信因果。所以他说焉得人人而记之呢？薛希言先生就说了，薛希言说啊，但不负此心哦，我这样的一个行为送给他这件棉衣啊，只是不想去辜负我自己这一片心啊，他这一片悲心啊。如果你不做，你就是有违菩提心嘛。所以我们菩提心里面有七种，其中有一种叫不舍弃众生嘛。所以薛希言先生说，我只是不想辜负我这一念心嘛。然后薛希言先生又说了，他说天地间的福禄，若不存些忧勤惕利的心，其他不来。每一个人都想赚钱，每一个人都想长寿，每一个人都想要福报，每一个人都想当大官。总统只有一个，如果以中国大陆讲，总书记只有一个，总书记只有一个，天地间的福禄啊，天地间的这种福报跟这个，我们讲禄呢，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衣食，天地间的这些福报，如果你不存一些忧勤惕利，忧勤惕利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前面讲的，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讲，你要刚强苦志啊，你要发心立愿啊，你要精进努力啊，就是勤啊。惕呢，你要警惕自己啊，利呢，你要勉励自己啊，就是居然为利之地呢，而能勉为啊。你要勉强自己去做啊！每一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身体跟金钱啊，他舍不得，兼贪不思。所以如果你不存一些忧勤惕利的心，你是得不到福禄的啊，就是聚他不来啊！你只羡慕人家，怎么他那么有钱？他怎么做生意？我跟他做同样的生意，他订单接不完，为什么我没有订单呢？不要看谁，你看台湾的郭台铭先生，在台湾呢投资电子起家的，他以前也是很穷啊，他在大陆叫富士康公司，
他都专门做美国 最大厂的手机的零件，他也是捐很多钱啊，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对岸或者在台湾。他弟弟后来往生的时候，他一捐就捐啊100亿的台币给我们台大医院癌症医疗中心，专门研究癌症的。这就是什么？对他来讲，他也是这样的替利自己啊，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啊。薛西言说，若不做些济人利物的事情，如果你不做一些帮助别人利他的事情，消他不弃啊，消什么？消我们的业障啊，消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，消他不弃啊。这实在是一句呢非常中肯的话，非常非常啊有智慧的话，智言也啊。